小朋友，46亿年前的地球可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那它是怎样一步一步变成今天的样子的呢？跟图图 Kids 一起去地球万象找答案吧。看，海边这块巨大的岩石看上去坚不可摧，风和海水却改变了它原来的样子。再来看雨水是怎样瓦解高大的山峰的。温柔的河水也在慢慢冲刷河岸，改变河道的形状，最终形成新的湖泊和河流。大自然的力量真是太神奇了。地球万象是专门为好奇的孩子们研发的探索地球奥秘的 APP， 它深入到地球各种地矿及内部，为孩子们展现了各种塑造地球的地质力量。孩子们在这里可以触发地震和海啸，让火山喷发，研究板块构造、风化、侵蚀和沉积，穿越时空去看我们的家园从盘古大陆之前到现在经过亿万年是如何变化的。鼓励孩子进行探索、提问，并不断实验验证，是培养孩子独立思考习惯的好帮手哦。